下面下我们又要再浓一点了，因为这下面这些地方啊，就需要再浓一点，再浓点，我们又再加一点。 这里面又加，我们再往下，我们又浓一点。比方说，现在我就再加点什么太青蓝、橙黄，看起来可以稍微多一点，可以加点适当加点胭脂色，加胭脂色就是让它更加厚重一点。 它这个是比较中性的颜色，也是刮笔刮的差不多了以后，前面挤干，蘸清水。比方说，我现在这边我就接上去，你看正好跟它又衔接好。 这条下来，我不要怎么这边一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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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着不好看，有些地方啊，断掉就断掉。我们要做到什么呢？形断，意不断。